爱过我？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爱。That means actually, the last stimulus was good for him, right? Yes, it means that he knows he's older. So, in reality, it's reminding him and it's pushing him forwards. I think this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to bring him back to the present. I suggest stimulation therapy. Let's think of it this way. It's like a scene repetition. It brings out the biggest trauma that's happened to him, and it makes him face it. It's what the Chinese people often say. If you are sick enough, you can stand the stronger medicine. Sergeant Yuna, 别站这儿，我们进去说。我们分手吧。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我爸的工地出事了，死了很多人，我爸也死了。他们都说这是我爸的责任。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才告诉我？别怕，我会陪你挺过去的。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你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我？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爱，从来没有。草草天天生在沉沦的迷宫，反复着远古无中，为什么拥有反而越是痛，只剩下两手空空。藏的难过忘了对我说，孤独贯穿了生活，人生像闹剧，卷入迷失漩涡，又困进沙漠。哎，吴医师，各项指标都正常，激素水平、心理反应、思维意识都很好。在这我可以宣布，聂医生，你没问题了。至于什么时候上班，得看方主任和院麦的意见。嗯，谢谢啊，谢谢，谢谢吴医师。不客气，我只是辅助啊，帮大忙的还是谭静。哎，你们一家吃饭吧。改天，哎，好，好，好，再见，好好，谢谢，谢谢，谢了。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安排了一点。啊，平平也是，我也不知道他爱吃什么。那以后知道了，我就专门点你们爱吃的，好吧？嗯，不烫，可以喝了。来，这个不是红烧鱼，也特别点的清蒸石斑鱼。嗯，爸，嗯，不用照顾他，平平可以自己来，对吧？对，平平可以照顾自己，还能照顾爷爷呢。哎呦，平平好棒啊！啊，我给爷爷吃啊！啊啊啊啊！啊嗯，嗯，好吃，好吃，嗯，吃吃，嗯。
到家了。嗯。OK， 走。走。我贝贝。喜欢你贝。哎呀，好嘞。好，坐好了。你不用太在意我爸，不用想着怎么应付他。你爸的事情，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不管是谁做的，我都会查过水落石出。我相信你。雨山，怎么了？爸，我要去东野。为什么？我以为你会高兴的。金东元坐什么位置啊？坐我的位置吗？那你能坐得稳吗？感兴趣是一回事儿，那有没有能力也是另外一回事儿。这话你10年前告诉我的话，我会很高兴，但现在就免了吧。你就好好做你的医生吧。我也只是想帮忙而已。Vicky，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恋人、好伴侣，很多你想要的我都没办法给。我不知道一个家庭是什么样子，也不太知道相爱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能稍微想象一下幸福的模样。别人能做到的，我也会做到。嫁给我吧。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嫁给你。你说。把你的秘密告诉我，把你的黑洞交给我。我不会要求你的全部，但起码你要尽力。我答应你。Thank you.